教吉他，那这首歌算是写给我自己的学生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到一些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可能成长了一点，可是我们其实不容易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就是变好或成长。可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礼物吧，就是它会默默的伴随在自己身边，那成为无形的一些养分。对，所以这首歌是这样子的。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是《等我回家》。那因为这首歌，因为我是本身是彰化人。对，所以说其实像是这次可以在黑泥矶表演，其实就还蛮觉得蛮亲近的。对，好，哎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罗宏宇，那我是一个弹木吉他演奏的，对，一个表演者。那今天大部分弹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，那除了中间刚那首《Distance》是我一个蛮喜欢的演奏家他的曲子，这样子我拿来弹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《等我回家》。
Thank you.